现在搬掉玉藻前还来得及，对方三班中单看来不想给你留活路了。没事，我可以用彼岸花。好，那把阵搬了吧。收到。平安京的变化可真大。嚯，他们果然秒选了玉藻前。 很有胆量嘛，童瑶，阿泰是冲着你来的。如果你要拿彼岸花的话，一定要注意发育，不能跟他的玉藻前硬碰硬。知道。气能这么准？ 没事，打不过就稳住发育。没关系，别着急，中路稳点，不刀就好，别跟他刚。 一把训练赛而已，小姐姐，没事儿。就是，阿太他一直在针对你。我没事儿，真的没事儿。比赛嘛，有输有赢很正常，下把再赢回来就可以了。你们把我想得太脆弱了，我真的没事儿。你们这些人。 时间不早了，大家快休息吧。明天谁起不来，我快睡工资啊！啊，走了，睡觉。哦，对对对，睡觉睡觉，我可困了。走走走走走，早点休息。走吧走吧，嗯，困死我了。好好休息。美少女，该睡觉了。我打完这把就去睡。 这世界很酷。